心。
谢谢，谢谢大家。我是来自河北邢台的王静，邓丽君小姐是我的同乡。今年呢是邓丽君小姐先逝20周年，我们大家一起在这里怀念她留在我们心中的那份美好，那份温暖。谢谢。接下来我要介绍的这首歌是一首非常好听的，叫做《锦裳甲》，送给大家。
谢谢大家。